俯视前海东沿儿，还真有点鬼斧神工的意思。您瞧啊，整条胡同沿前海画了个月牙儿，就在这条半圆形的胡同上，有两座什刹海最有特色的桥——金定桥和银定桥。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银定关山，说的就是这儿。初到前海东沿儿，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水。在元朝那会儿，这儿就是京杭大运河的起始点，打这儿坐船南下，能直达杭州。您想想，这么去杭州，够多浪漫啊！提到京杭运河，就得说说河上的万宁桥。万宁桥是北京城中轴线上的第一桥。桥基和镇水兽是元代的旧物，部分栏板望柱是明清时修护整换的。岸边的镇水兽名字叫做趴腹，是龙生九子之一，天性好水。桥东的两只浮在岸上，桥西的两只大半个身子挂在岸沿儿，关注着水势。它们一直静静地看着河水的流淌，七百多年的岁月就这样在这悄无声息中慢慢流逝。嘿，这画画的是位高手啊。老先生姓侯，曾经是一位建筑工程师，今年60岁。兴许是搞了一辈子建筑的缘故，侯先生就喜欢画这老建筑、老景致。我挺喜欢画一些，就是又有古建，又有水，还有一些古老的树，哎，这样那个画面它也协调，也很有那个京都古味的那种感觉，特别好。您听听，老爷子这是老有所乐呀。无独有偶，这画古建筑也是后继有人。您看这群写生的孩子，画的正是这些古建筑。像我们北京现在残遗留的这些个东西，外国人他非常高兴，他非常喜欢。这就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为什么今天要让你们来画这些东西，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些周边的建筑呢？那就是因为将来不管你们成长多少年以后，到世界各个地方去，对自己祖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还都是记忆清楚。说得不错，这古建筑的文化传统正是在一代又一代的记录和传承下才得以发扬光大的。万宁桥北边不远是修建一新的火德真君庙，它始建于元末，里头供奉的是火神。早年间每逢皇宫里发生火灾，皇帝就要派官员到火神庙祭祀。据说当年慈禧太后还亲自来这儿上过香。直到今天，前海东沿儿依然是个让人着迷的地方。垂柳依依，水波荡漾，人们的日子过得不慌不忙。胡同里烤肉季、爆肚张、庆云楼，一个个名震京师的老字号，让人们的生活更加有滋有味。这里不光有如画的风景，更有着地道的北京风情。